兰花色彩丰富，姿态高贵，也是过年期间送礼的好选择。全国最大的兰花产地鱼池乡，现在已经进入了兰花盛开的季节。来到各间兰花园，都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虎头兰盛开的美丽景象。花农也强调，在鱼池产地买兰花，品种选择齐全，花丛新鲜又便宜，可以说是送礼自用两相宜。花农忙着装盆，前来选购兰花的民众也开心打包。鱼池乡的虎头兰已盛开，都有各种色彩，优雅又高贵。因为冬季才开花，因此也成为过年期间民众送礼或者是装饰的好选择。因为这种是属于连结花的话，连结花所以一般消费者他会很喜欢，因为平常都是一些草花嘛，还有蝴蝶兰之类，但虎头兰一年才见一次，所以消费者的接受度还算是非常的好。啊，送礼还有就是在家里摆饰的话，我就觉得非常的优雅，那又很就觉得感觉很贵气那种感觉。鱼池乡虎头兰产量占全国七成，是台湾最大的产区。嫩镇的农民不断研发新的品种，因此来鱼池乡东光村的兰花园，能买到市面上看不到的新品虎头兰，加上产地品种齐全，花株新鲜，价格也相当实惠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花色，所以说如果来这里挑选的话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花，在这里大部分在所有的兰，就是所有的花园里面，所有我们家的花是自己交配的。这几年来，其实我跟我老公都在研发这一部分，都有蛮多新进的，就是新的品种在出售。啊，尤其是咱是伫个虎头兰，会使讲品质非常的好。啊，花瓶啊，吼，就是花种嘛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啊，所以讲直接热情来介绍咱所有的乡亲，过年拢总有九天的时间，啊，会使来咱溪底乡欣赏兰花吼。尤其是阮东光村是阮溪底乡虎头兰上多的这个所在吼，啊嘛，上集中所有的花农拢伫遮，啊，咱会使每一间拢去甲欣赏。啊，过年啊，看到虎头兰有福气吼，虎头兰。嘛有福气的谐音啊，所以讲来看虎头兰是最好、最适宜的地方。自即日起到二月底，都将是鱼池乡虎头兰盛开的产期。除了有各式大小的盆景，也有切花可供选择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东光村参观选购。